同学一起，开这个学术研讨会讲座啊，我本人而言，非常喜欢参与这样的活动，虽然自己，没有什么智慧，也没有什么这方面的，所谓的这些什么知识啊，这方面的确实没有，不是自己。 在这里做什么谦虚话，仁至于自知之明，应该是自己明白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学问，但是呢，的确也，在这方面就是有很大的兴趣，尤其是，对这个佛学研究和宗教研究方面呢，今天，我们在这里，主要讲。 藏传佛教的，尤其是藏传密教的特点呢，可能，就短短的时间当中，我也，不一定描述的，特别那个有头有尾，因为确实是，所谓的藏传密教呢，是浩如烟海，可以说短短的时间当中要让它，说的特别清楚呢，有一定的。 困难，但我自己呢想，先从我们的藏传佛教的一些历史上，就是跟大家简单就是说一下，然后在这个传承啊，还有我们的一直上师啊等等，就是这方面啊，确实有很多的特点。<咳>那么这样的话，一般我们很多人认为，所谓的藏密啊，藏密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汤密。 一样的就是在短暂的时间当中，或者是在一个朝代里面就出现于世，然后呢，就在世间当中并不兴盛，就是有些人也有这样的这个认为，有些人呢，认为是这个所谓的藏地密宗的话呢，好像藏地都是密宗的，藏地的佛教都是密宗的，就是也有这样的看法。其实，第一种。 就是认为是藏地的这个密宗是在一段时间形成的这种想法呢，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从藏地的这个佛教开始到现在呢，就是虽然在不同的朝代和不同的这个时期当中有一些这个兴衰的过程，但是呢，的确就是如今也是。 非常圆满的，不管他的教义、历史还是，从他的各种仪轨、修法，全部都完整无损的，就是存在。所以跟藏密呢，藏传佛教就是不能打等号的。然后，有些呢，就是认为是，所谓的这个藏密呢，是一种这个，藏族喇嘛的一种这个叫法啊，就是有些也认为是叫这个喇嘛教，就是这种说法呢，也是。 不合理的，因为喇嘛教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喇嘛呢，就是有个叫，可以说一种出家人的意思。因为藏传佛教呢，就是它并不是只是一个出家人，出家人这个性质的，不是这样的。它的内容教育是非常的这个广大深深啊，广大深深。那么藏传佛教呢，大家都知道是它是。 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还有那个藏传佛教，就是整个这个世界，三大这个佛教之一啊，就佛教之一。也就是说，印度的这个佛教呢，就是传到那个藏地，就是藏地以后的话呢，跟这个藏地的文化这个习俗融入一体，然后呢，就是变成了特别庞大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宗教体系，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汉传佛教。就是其实汉传佛教呢，也是指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这个法脉呢，就是传到这个汉地，然后呢就是变成一个这个宗教，就是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觉得是如果把这个藏地都看成是一个藏密，就是现在有些人把藏传佛教全部跟这个藏密就是划等号，就是这种说法是肯定就是不合理的，因为藏地这个密法的话呢，就是也并不是从藏地就是自己的地方呢，就是开始这个出现啊，不是这样的，就是它的来源呢应该是印度啊，就是印度当然这个历史从历史的根源上讲呢。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研究这个历史的。我们藏地最开始的时候呢，大概是刚开始就像是远古时候，就没有这个佛教。大概在那个公元应该300多年，就是300多年的时候呢，就是藏地第一个兴盛佛教的开端，就是叫这个拉脱陀日国王，在他的皇宫上呢，就是出现一些这个佛塔、佛经啊，就是宝切经啊，就是宝切经。然后呢，就是佛塔，就是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就是各种这个所谓的价值品。那么当时这个收集呢，就是说，在将来这个五个朝代以后呢，就是这个交易就是可以。能知道他的教义啊，当然在这个有历史就是学术上呢，就是有些说是这不是空中说来的，就是有些这个印度的一些班智达，有些人呢就是带过来的，就是也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当然有些历史上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可能现在一下子就是要给他准确的一个答案呢，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有些作为一些学术界认为的话呢，他可能完全是有一种或者是推理，或者是考古和历史的根据才可以承认的。而一些佛教的这个教义为主的人的话呢，就是不仅是他有一个历史，还有非常的一些神秘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包括我们汉地的一些这个历史啊、传承啊，也是如此的。所以完全是以一种学术的眼光来看待的话呢，有时候是我们也得不出很正确的结论，就是也有这种情况。那么，在过了五个朝代以后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就人们所谓的这个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国王这个宗正干部啊，就是来就出世啊，就是宗正干部出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这跟这个文成公主啊，还有那个尼泊尔的公主啊，就是当就是分别就带来这个12岁的还有8岁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因为那个时候呢，唐朝那个造诣已经有这个佛教了啊，就是有佛教了，所以从这里就是拉上去，然后从尼泊尔呢，就是也带18岁，就是带8岁就是圣像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像，然后分别呢，建造这个大昭寺和这个孝昭寺啊，就是孝昭寺，并且呢，就是据说有些历史上呢，就是说当时文成公主是她特别精通图，就是风水，就是像整个藏地的地势看呢，就是不仅是在大昭寺这里要建筑寺院，而且是要4个正经寺，就是整个藏地的根据地形呢，就是要不同的地方还要建造一些这些寺院。那么从这个时候看来呢，虽然是佛教的一种这个兴盛和开端，应该是就是就已经这个形成了，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像我们的这个佛经呢、论点呢、就是包括就是藏密呢，对佛教的教义就是并不是很了解的。这并不是很了解的，就是当然是当时有些历史呢，就是记载，就是包括这个宗正干部时候的话呢，就是跟这个唐代的一些这个和尚啊，就是也有一些这个来往和就是佛教方面呢也有一些交流啊，就是当然到了就是最后就是就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金城公主啊，就是因为赤松德赠呢，就是很多历史可以考证为是金城公主的这个太子二子，就是可以他那么他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可以说是藏地佛教应该说是非常这个
圆满，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引起就是很多印度的班智达，还有我们藏地呢，就是也培养了很多的医学家，就是医师啊，就罗扎瓦，就是到印度去培训，然后呢，就开始进行就是翻译呀，等等，在那个时候，当时是这个应该13岁，13岁的时候继承王位，就是他特别啊，那刚开始呢。尤其你是，我记得有这个记载，就是从汉地这个13经呢、道干经呢、金刚经呢，那么这些呢，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叫什么？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跟他这个带来以后的话呢，就是持中的正在笑的时候呢，就是汉地带过来的这些这个经呢，就是有所这个读诵啊，有所这个了解啊，就是也有这样。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藏地呢，就是本来的是它是这个信仰佛教的，而且从那个这个以前的这个国王的这个要求呢，就是行持十善，然后修持善法，就是念咒语啊，就是这些方面的行善应该在行持。但在那个时候，跟这个和我们这个禅宗的就是玛哈亚呢。就是玛哈亚呢，就是禅师呢，就是从敦煌这个地方就是出来，就是然后呢，就是跟这个当时莲花生大师以及那个尼堪，就是我们藏地，还有那个菩提萨埵呢，就是也是这个已经圆寂了。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玛哈亚呢就是和尚呢，就是在藏地就是开始弘扬这个禅法。当然，这个禅法的话呢。当时这个由这个藏地的这个一些就是坚持派的和然后这个禅宗这两者呢，就是进行有很多的这个矛盾冲突。我那个时候包括桑印和大昭寺的这个就佛像面前的凳子是已经这个没有人供了，为什么呢？当时这个禅宗呢这个已经这个道主。在藏地到处都说是，不管做善事也好，做恶事也好，什么都是执着的，所有的执着全部放下来，就是善的执着，恶的执着，白云也可以遮挡太阳，黑云也可以遮挡太阳。那么凡是云都是这个遮挡光的，就是那么同样的金锁也是会束缚的，银锁也会束缚的。那这样同样的一个比喻呢，做善事恶事都不让，就是然后要求大家呢，就是不要就是去执着。当时就是也有很多人呢，就开始这个造。杀生啊，就是什么这个善业的是不执着的，有这么一段时间。那后来呢，根据那个菩提萨埵的授记呢，就是从印度就是引进这个噶玛拉希腊，就是因为菩提萨埵跟噶玛希腊呢，就是在一个学院里面的，就是他们都是以前是中观自学派的人士，然后呢，就跟他进行辩论，进行辩论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玛哈亚呢，就是说是一切不执着，就是然后一切不执着呢，就是最究竟的法，就像是这个大鹏呢，就是在空中翱翔一样，就是这是在空中呢没有任何阻碍，就是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那么当时噶玛拉希腊呢，就是也叫莲花界，莲花界呢就是问他，就是那这个大鹏。最开始是从地上来的呢，就是最后落到这个哪里呢？就是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大鹏虽飞得再高的话，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从地上飞过来的，到最后的话呢，还是落到地上。所以，按照那个就是中观派或者是这个密宗派的话呢，意思就是你的境界再高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跟这个我们去色因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地的。最低的境界呢，就是实际上是不能离开的。最后还是你最高境界的时候呢，就是行持善法是不能离开的。后来在这个比喻上呢，就是应该说这个因为当时国王也是见证，就是互相都有这个要求，就是谁已经这个得到胜利的话，那么就是他可以就是待在藏地，就是如果谁这个失败的话，那就是他可以返回这个莲花界呢，就是必须要返回印度，就是然后玛哈亚呢，就是要返回。这个汉地就是当时这么一个说法，然后呢，后来就是他就已经这个失败了，就是他就回去，但回去的话呢，后来我们也就是要知道的是，并不是说他的这个见解有错误，就是而离开的。当然，他这个是有一个江派和顿派，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后来的。
这个全职龙钦巴，无垢光尊者，就是他在这个龙钦七宝藏当中也是说过，就是说是因为当地的有些熏死者呢，就是无法接受，就是马哈亚那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境界啊，就是有这么一个。所以说呢，我们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呢，就是认为是马哈亚那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我们禅宗当中应该说是最高的一种境界。但是这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坚持者，就是遵循渐进的一个根基来讲呢，就是这个是有一定的。 困难啊，就是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所以说呢，当时就是在这个国王慈宗敦人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么一个逆称啊，就这一点呢，我想在这里也应该就是提一下，我们现在不管是藏地这个学密宗啊，汉地这个学禅宗也好，大家很多这个包括学术界的人呢，都认为是什么都是空的，什么都是不执着，就是然后基本的一些基础没有搞好的话，那就是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难。还有一种说法呢，说当时马哈亚呢。 那就是有这个他的遗址系呢，就是就已经这个留在藏地，就是那么意思是这是一种缘起，也就是说呢，就是后来就是像大树印牌和还有这个尼玛巴的大圆满当中的话呢，很多人提倡不执着，就是所以当然。 到了最后的时候有不执着的这种《华严经》当中也讲了，我们禅宗和密宗当中都这样说的，可以这样承认的。但你刚开始的时候不执着的话呢，那不合理的。所以说现在这个后来的萨迦派的，就是很多的论词呢，就是对尼玛派和那个对噶举派呢，还是有所驳斥，就不驳斥的原因呢，因为他们对那个取舍因果啊，很多方面有时候呢。 当然，真正的这个修行尼玛巴的人都是不会的，但是极个别人可能就是没有完全的理解，就是他的这个教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执着。就像我们禅宗的话呢，那么就是有个别人呢，就是也不理解禅宗的这个一些最究竟的意义，刚开始就开始进入一种这个禅定的状态啊，就是禅定的状态也有这样的。所以说，这是大概是在这个国王持中对峙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在像那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藏地的密教的话呢，它并不是一块这个小地方的一种这个小小的宗教，就是应该说是它是一个就是可以称为是它是一个国教，就是国教的这个像我们藏地历代的，就是从这个兴盛于藏地一直到。 就是藏过，就是后来的话呢，就是到这个楞达玛灭佛，就宁达玛灭佛之前的话呢，就是有一代一代的，就像我们那个清朝以上的这个皇帝一直是传下来一样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全部都是这个信仰佛教的，全部都是信仰佛教的，国王为首的，全部这个信仰这个密教的，而且我在想，这个藏传的这种密教呢，并不是光是一个藏地这一块，就是应该是对。 汉传呐，对汉地的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皇帝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有特别这个深的一些这个因缘，因为在那个宋朝的时候呢，唐朝呢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但唐朝的时候呢就是也有一些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些包括就是我们这个大藏经呢，就是在那个。 持中对峙教对的时候呢，就是引起了很多汉地的一些这个大德，就是上来就是参与啊，还有我们这个当时尉迟奇任这个出家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引起这个汉地的一些大德就是上来，就是也有这么一些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然后宋朝的时候呢，按照那个汉传的一些历史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好多都是以这个道家就是为主啊，就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佛教呢虽然是有，但是呢就是最 高层次的这个弘扬呢，在这个尤其是我们这个藏传呢，就是并没有这个进入。那么，在这个元朝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藏传这个密教呢，不仅是在藏地，就是应该是在这个汉地的皇室当中啊，就是也是特别的这个兴盛，就是最开始呢，就是应该是就是我们在藏地呢。 就是他是，就怎么说啊？就是先这个尼玛派，然后这个萨迦派和噶举派和格鲁派，就是他这样的就是不同的传承就是出现的。那么就是刚开始这个元代啊，就是元代的时候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
成吉思汗啊，就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呢，就其实是他是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个蒙古族，然后呢，他的这个不管怎么样，他是特别这个英雄的。在汉地来讲呢，就是有可能很多汉族人对他有不同的一些这个看法。我们藏族人的话呢，也对他有一些这个看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既要统治这个汉地的很多地方，就是然后又要统治藏地，还要呢，就是前往这个印度，就是他就发动很多的军队，就是准备进攻藏地。当时藏地的很多。寺院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当时，大家都特别害怕，就是好多这个寺院的寺，就是要接近这个面临危险的时候嘛。那么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他当时跟那个萨迦派的，就是这个张巴将军上师那里呢，就是求了一些法，求了一些法以后呢，就是他就熄灭了，就是往这个印度就是去的这种去战争统治的这个念头呢，已经这个打消了，就是从此之后呢，就是基本上到就没有了。然后呢，就是他过了以后的话呢，就开始这个，就是应该是这个蒙哥吧，就是蒙哥是就是噶玛巴啊，就是噶玛巴，就是作为这个噶玛巴黑帽，就是作为这个进士啊，就作为这个进士。然后到了这个忽必烈的时候呢，我们尼玛派的有一个叫做释迦光啊，就是释迦光呢，就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复藏大师。然后他去迎亲，并且呢，当迎亲的时候是没有人来，就现在有关佛教当中这样讲的，然后佛教史当中这样说的，然后他用那个他的长寿穗，就是长寿的一些这个价值品呢，就是送给这个皇帝啊，就是送给皇帝，就是以此呢，就是后来的是跟那个藏地的很多寺院的给了很多宽裕的这种待遇吧，就是也一些待遇，就是忽必烈，还有呢，就是他当时把这个帕斯巴啊，就是帕斯巴啊，也作为这个国师，还有这个释迦光也是作为他的这个国师，就这是萨迦派，然后在这个前面呢，就是有这个萨迦班智达，就是萨迦班智达呢，大家就知道，他是那个扩大，就是那个时候是蒙古基本上都是已经就分了，就是分开了，就是几个了，就是那么这个扩大就是作为他的这个进士啊，就是作为他的进士，后来原籍也是在这甘肃那一带，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帕斯巴过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元朝的，就是很多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元朝就是大概是可能有这十几个皇帝吧，14个还是这样的。那基本上是到了后来这个元孙这个元顺帝之前的话呢，全部都是信仰这个藏传佛教的。虽然那个时候呢，就是蒙古族为主，但是呢，主要是这个信仰的是藏传，而且全部都是在这个皇宫里面呢，包括就是当时有一个永东多杰巴尔，也是尼玛派的，就是大圆满的这个修行人啊，大圆满的修行人。当时这个元武帝啊，就是元武帝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迎亲到这个皇宫，就然后呢，就是让这个皇室这边就是叫什么这个金刚舞啊，还有呢就是跟这个皇帝和皇后还有诸位的一些有缘的眷属呢，就是穿这个大圆满的冠顶，然后呢，就是将这个大圆满的一些修行的这个窍诀和秘诀啊，就是秘诀，然后再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后来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大概是明朝，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跟这个格鲁派的，就是包括这个班禅啊、达赖啊，就是从达赖第三世，就是一直到就是跟汉地的很多这个包括第五世啊，就尤其是五世，这个五世达赖喇嘛，那个时候的话呢，有些历史上记载，就是当时那个皇上这个邀请他的时候，从拉萨那边的是有这个3000个这个眷属和一切就是前往啊，就是一起这个前往的。然后当时还有我们的这个张家过世啊，就张家过世的话呢，那么张家过世第二世是这个康熙皇帝的过世，然后第三世呢，就是这个雍正皇帝，就还有那个乾隆皇帝的这个过世，然后第四世是道光啊，就是道光的这个过世，第五世呢，就是同治皇帝的过世，第六世好像没有明确的这个记载，没有明确的。那么第七世呢，应该是在这个文革前这个元元吉的啊，就是文革前元吉的。所以，我在向这个
这些啊，就是很多的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尤其是密宗的一些石轮金刚啊、西金刚啊、大圆满啊，这些呢，就是当时应该说在这个上上下下，就是大家都是非常的，就是从这个明朝，就是刚才那个从清朝啊，就清朝遗址到这个结束之间的话呢，对这个。 藏传的这个密宗啊，就特别的是在这个汉地的高层次的皇室啊，就是在这个群体当中呢，就是重视啊，就是我们包括就是像这个噶玛巴红毛黑毛啊、达赖班禅啊，以及其他的就是各个教派的这些上师们呢，就是这个皇帝呢给他们称的就是各种的这个称号。 就比如说大包法王啊，然后达赖班禅呐、啊，还有这个巴西啊，就是等等等，就是好像当时这个明朝就是那一个皇帝啊，就是有一个明朝的寺，就是他就是已经选了就是八位这个法王啊，就是现在我们汉地很多也是有法王这个法王那个法王，那么就是这个是后来就是人们这个称呼的，其实你是看的话，那就是的确，尤其是这个噶玛巴啊。 就噶玛巴的这个，也是历代的这个历史的话，那就是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这方面的这个书生发愿啊，就所以我在想呢，就是首先我们，就是在座的各位呢，就是应该对这个藏传密教呢，应该是可能从这个回顾历史的方式来，就是了解就是这一点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就像现在的就是几个别人就是对这个密宗的了解那样的话，那就是那就是远远不符合。 真理，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凡是这个以前的就是包括这个宗教也好，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呢，就是受了历史性的毁灭和打击，就是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之前就是所发生的很多的就是非常值得让人这个钦佩的一些事情的话呢，就是因为这是可能这个政治啊、历史啊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受到了一定的这种这个毁坏啊，就。 受到人们的这个心目当中对他的这个评价呢，也是就是有所这个差距啊。我经常像那个现在很多包括这个电影啊、电视啊，就是有一些演员他们的这个对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各方面的这个叙述啊，这个所表演的这些境界的话，那就是都特别就是不合理的，就是应该让人呢就是带来一种另一种这个境界。就其实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内容呢。 应该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人呐、啊，就是把这个原原本本的历史的真相，就是说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工整的态度啊。如果你个人有一些个人的目的，或者是就用真正的这个手段呢，那这样的话，那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作为一个学术界真正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话呢，可能对那个藏传佛教的真言的这个不管是从历史也好，或者现状也好。 或者是他的这个实际的一些修行呢，就是了解，就是这一点，应该说这个特别的重要啊，就是特别的重要。否则的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极个别人呢，就是对这个藏传密宗呢，就是有特别的这种排斥。这个排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有些是可能有。 就是达到这个个人的一些目的啊，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情况。有些的话呢，就是可能也没办法的，就是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真正要想了解就是历史的时候呢，其实汉地呢，应该有些并不是后人刻画那样的很成文，我有这种感觉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对元朝啊、对明朝的，包括这个皇帝也好，包括对他们的有些刻画呢，就是特别凶恶，就是特别这个，就是不合理。而唐朝的时候呢，有时候可能就是也比较而言就是稍微这个好一点，就是也有这样。而且我们现在历史上应该有像那个秦朝的话呢，就是。 这个历史上啊，就是应该可以说从满族这个统治啊，满族统治大概是有200多年的这个历史啊，200多年的历史。但我们后人呢，就是对这个秦朝的很多幼稚的回忆的、幼稚的，就是需要宣扬的东西的话，那基本上都是。
就是不锁，就是然后元朝的四合呢，也实际上虽然它是以蒙古族为主这个统治天下，就是可以这么说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应该就是有需要就是值得很多的一些就是道理呢，就是我们值得需要就是借鉴呐，或者是值得保存啊，有这样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包括就是现在这个媒体界啊，就是这方面呢，就是对藏传佛教的有一些这个描述，对藏传佛教的一些这个评论，就这些呢，就是都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并不是这样的。有些人一直认为说啊，藏地是如何这个修什么这个双云呐，就是然后如何这个杀僧呐，就如何这个吃肉啊，的确。 也是有些临时上呢，就是看的话呢，跟这个汉传佛教这样就是做不就还没有做到的。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包括素食观呐，在这方面呢，有就是我们这个藏地的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应该就是像那个汉地的一些这个像这个吃素的一些行为啊，就这些都是应该就是值得学习。我以前这个写过一个藏密素食观，就是这里面历代的很多的藏地呢，也并不是完全都是他们就是吃荤的，不是这样的，应该有。 非常多的，但是呢，有历史的种种原因，所以呢，有些地方我们也这个需要就是学习的。但有些呢，包括就是现在一些学者也好，就是对外面的各方面的对这个藏密的一些描述呢，就是就在这方面就是需要可能还是要一种这个详细的真实的这个认识啊，就真实的认识。 所以我在想呢，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啊，就是大家都是对这个社会也好，对人类这个历史文化，尤其是对宗教呢，就是具有很这个深深的这个研究。那么要有一个深深的这个研究的话呢，就是先就是了解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彻底的去了解一个文化的话呢，那么就是。 你用你来这个，就开始这个刻画它呢，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啊，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在想呢，就是一个是藏传佛教呢，就是它有各教派的，就是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 深深的这个教义，当然这些深深的教义呢，我想我们今天也可能也说不到多少，大家呢就是也应该知道的，有些地方应该知道，但是总的来讲呢，我们一个是理论上的这个了解和一个是修行上的了解，就是这两个一定要就是明白。如果理论上了解的话呢，那么现在就是也有一些部分的这个历史书啊，也有一些就是可能包括。 这个我们藏地这个佛教里面，就是像这个无部大论呐、啊，还有这个密宗当中呢，就是十部、心部，这个无常瑜伽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修行啊，就是修行，就是这是从理论上呢，我们相当于也是现在高等学校就是去这个研究一样的，就是可以这个闻思，就是这是理论上的一种这个了解这个方法。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实修上的一些了解方法。 那么实修上的了解方法呢？那么这个是必须要按照这个他的这个传统的这种修行方法，就是相结合。只有这样呢，就是才能真正动到他的核心的内容。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光是就是看看一两本书啊，就这样的不一定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藏传密教里面，就是这个大圆满呐、啊，就是尼玛派的这个大圆满。那么大圆满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 是他的这个传承啊，他的教义的话呢，特别特别的这个殊胜。但是这种殊胜呢，很多的这个文字上呢，就是没有的。包括我们藏地的这个大藏经里面呢，很多十七大续部为主的大圆满的这些续部呢，没有放在这个德格的大藏经当中，就是单独有一个叫这个续部啊，就是害怕呢，就是当时这个泄露秘密啊。 因为它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它并不是有很大的过失而这个泄露，不是，但是它能保密的话呢，就是它有它的就是特别深深的这个意义啊，就它有它的深深的意义。因此，像那个大圆满的一些教研的话呢，我们光是从文字上、从理论上看的话呢，可能跟其他的唯识宗啊，或者说是跟那个其他的中观宗啊，就是差不多，就看不出来什么。但是你如果按照这个密宗的真正的这个。
就普贤王这个入了，当然大圆满和密法呢，就是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呢，就是也有很多的密法，就是按照这个十轮金刚、文殊真实明集呢等等，就是这些呢，也佛陀亲口说的有一种密宗，就是还有一些密宗呢，就是佛陀圆寂以后就是出现于世的，也有这样的，所以这些事情呢。 当然，现在有些这个历史和特殊的这种这个传承不了解的人呢，可能有各种一些这个想法和说法，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啊。就是从我们传承上面讲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禅宗的传承呢，就是实际上跟密宗的这个密宗的传承当中，专门有一个叫做什么这个慈命标识传啊，就是慈命标识传跟那个禅宗的这个心性相应的这种。 这个标识方法呢，就是完全都是一样的啊，就完全都是一样的。比如说禅宗的话呢，它依靠一种这个行为，比如上师给他讲什么就是参话，就然后或者上师给他指示什么就是他，比如说一块这个瓦砾，就是然后人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听到这个声音呢，马上已经开悟了，就是在禅宗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故事。那么密宗当中的话呢，也是就是比如说莲花。 圣大师他对游园的弟子呢，就是指示，就是虚空在哪里，虚空在哪里。那么以这样的一句话呢，就是马上这个弟子游园者呢，就是当下这个开悟啊。就这种情况呢，是的确也是有的。但是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光是从学术研究来，你要搞明白它的其中的意义的话呢，那不仅是对这个。 藏传密教啊，就是包括对净土宗和对那个禅宗的话呢，我想学术研究呢，他们的成绩和他们的这种这个修行境界呢，就是没办法的。就因为我们学术呢，就是完全是不是一种这个信仰，就是建立在一种智慧和一种推理上面。有些事情呢，你没有一种信仰和没有一种信心的话，那就是那完全是有一点的这个困难的。现在我们实践当中，除了一个事实以外呢，还有一种这个比较 神秘的一种信仰，现在有一些人这样讲的啊，这个经文有什么差别啊？就是经文有什么传承有什么用的？就这些都是多余的事情，只讲一些物质就可以，不讲这个心理，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以前那个弘一大师他举过一个例子，我觉得是这种还是对的。人需要一种信仰，没有信仰的话呢，有些事情的话呢，我们可能以分别年代不一定能说出来。比如说一个。 一块布上面你要画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个标志，就是弘一大师那个时候可能是没有那个的，但是他当时可能是国民党还是什么，就是他把这个国旗，就是比如说你画个国旗，那你这个画个国旗的话，本来是这是一块布，就是然后你这上面画一种标志的话，那这是无所谓，但是你画完了以后呢，就是它的价值都不同了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法律里面说是你如果特意少了那个国旗的话，那 判3年以上的这个刑呢，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画文上面本来是在这个上面有个划文，就是也没有什么的，就是但是呢，你如果故意就是少了这个的话呢，你在人间当中你会判了这个3年以上的这个刑，这是为什么？这个有一定的原因。我们现在这个经书也好，然后佛经里面的价值也好，很多方面的话呢，用这个学术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是得出来的结论是完全是一种理论上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 东西呢，它只能呢，就是得到就是部分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包括对这个藏密的一些红色成就啊，这些都是有点这个不理解，不理解是我觉得是还是这个合理的，但其实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光藏密才有的，以前那个应该在金朝的时候呢，就是汉帝第一个比丘尼啊。 就是第一个比丘尼呢，就是叫这个金剑法师，就是金剑法师。他这个金剑法师呢，就是最后这个实现的时候，完全是我们藏地这个密教师里面所讲的一样，他就不设这个入圣，就是直接前往清净的这个刹土。这是后来在那个包括这个在这个应该在良渚吧，就是在那个时候的很多文献当中呢，就是有这个记载的啊，就这是大家这个公认的。那么如果你说这个藏密的有些 红色成就不合理的话呢，那这个历史呢，就是可能还是要重新这个，因为它完全是一种这个身体，就是成为一种这个特殊的这个光，就是前往，就是这是历史。
史上是有这个文献的。以前那个龙岩法师，他讲那个心经的时候呢，引用了这个故事。然后我后来呢，就是特意查了一些那个这个韩立的一些高僧传呐、啊，就是确实顾问的这个原文已经这个找到了啊，就原文这个找到了。还有我们那个住持信啊，我前一段时间讲般若四颂的时候也是，当时这个住持信呢，就是把这个翻译这个就是光啊，就是什么那个般若法门呢，就是受到了这个皇帝的就是特别崇高的这个敬仰。但后来他实现圆寂的时候呢，也是跟那个藏地的这个很多的弘法的这种弘化的一些这个事迹呢，就是完全都是比较相通的，有些这个瑞相，这也是历史记载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的话呢，可能对那个藏传的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误解啊，就这一点就是可能要这个排除啊，否则的话呢，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呢，就是还是真正就是让人这个了解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尤其是像那个就我觉得当然对这个藏密的了解呢，就是有两种，一种是文字上和历史上，就是像这样的了解一下，就是光是从依靠学术应该可以的。有一种是真正是你要自己感受到这个，比如说密宗的真正的思想进化啊，就是思想进化。那这个呢，就是语言可能只能就是说的时候呢，就是跟其他的历史或者是其他的像那个唯识宗啊，就是跟他们一样的。真正你要想了解的时候呢，就是要真实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圆满的话呢，就是从真正的这个修行就是开始才能真正通达它的意义。那么我们修行要讲的时候呢，就是先什么这个从这个加心开始啊，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大圆满的话呢，就是加心就是有共同加心和不共加心，然后共同加心呢，就是人生难得啊，寿命无常啊，轮回的痛苦啊，还有这个业因果不虚啊，那这些道理呢，依靠善知识而懂的。所以我们要真正要修行的时候呢，一个人就是从人生难得啊，人生的确是特别难得。那这个是我们光是学术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就是可能没办法的。所以我刚才就是说是先你要真正修行的时候呢，就是信仰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没有一个信仰呢，你光是从理论上跟他就是讲多少然后有多少个法门，就是去这个前进万论，你要去这个研究的话呢，那么就是学术上的这种理解和修行当中的证悟呢，就是完全都是分开的。所以我们藏地很多有这种这个说法，就是光是依靠这个学术来研究而这个写的书和然后从内心当中真正证悟的这种书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当然有个别的一些人呢，完全是可能前世的一些因缘福报和今生当中呢的的确确会这个流露出很多的就是无尽的这种智慧。比如说我以前那个译制的，你们也可能听说过吧，法王精密喷嘬上师啊，法王精密喷嘬上师我译制了就是大概是接近二十年。但是我一生当中最佩服的最敬仰的，我遇到过很多国内外的就是特别多的一些有智慧的，有悲心的，有这个才华的人，就是特别特别多。但我站在非常公正非常我也并不是因为我的上师赞叹他，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完全是我一凭就是自己的这种良心也好，就是公正的一种态度来评价的时候呢，他的这种智慧呢，就是我们一般的人的的确确也是就是没办法的。我们很多人比如说写书的时候呢，要这个翻开很多书啊，就是然后要准备啊，就是就很多需要这样的。但是他一般的话呢，就是根本就是不需要任何准备，要写的时候呢，就全部都是在这个智慧当中就是流露出来，就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写多少多少文章啊，然后所有的这些教旨呢，全部都是在智慧当中就出来。当时上师2009年的时候呢，就是前往这个印度啊，就是前往印度。当时上师先前上这个眼睛不好，然后呢，就是给那个高级这个佛学院就是演讲，但演讲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他很多的这些这个校正，就包括密宗和宪宗华严经和这个就是我们法华经里面的一些这个校正啊，有时候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开始
背下来，背下来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是下面就是有几个弟子，就是去开始翻开，就是照这个原文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但只是一般的一个人通过勤修，怎么样也是可能短短的时间当中是特别特别困难的，就是。所以我们在藏传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义菩藏啊，就是义菩藏，大家都可能你们研究过佛藏没有？就其实藏地最这个。 啊，书生的一种发药呢，就是叫这个附藏品啦、啊，就附藏品呢，啊，特别特别稀有啊，包括它的这个衣柜啊，它的这些虚补啊，就是这些都是以后特别有质的，但现在可惜的有点这个没有很多的汉文啦、啊，啊，以前那个波士顿，美国波士顿和那个华盛顿呢，就专门有几个博士生呢，他们就研究那个藏传佛教的一些那个佛藏方面的啊，就佛藏方面的这些发药。 那么这个发药的话呢，就是有些是就是卖在那个当时莲花生大师呢，就是为了就是后世的这些众生呢，就是特意的卖在一些这个深山呐、啊，就是湖泊里面呢、虚空当中啊，等等等，就是这样。后来呢，就是这些高僧大德就是通过他的标记和通过他的一些收集呢，就是就开始到哪里，但是到哪里的时候呢，就。 自己就是把出现一些小小的暴切，就是这个暴切呢，就是通过空性文字，然后呢就是可以打开，一打开以后呢，就我里面就比如说就一大汗一大汗的啊，就是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好几十分的，啊，就全部都是就通过你种这个文字来，就是写下来。那这个后来读起来也是不算我们分别念，就是开始写的一种这个字啊，就是然后里面的这个修法，就这些都是特别殊胜的。所以我们在要讲的时候呢，就是像那个像密教的这个人参难的须弥无生开始这个修，要修的时候呢，不管你修复藏也好，还是修其他法，就是这样修。然后你修完呢，就是基本的就是这些共同加心以后呢，就是还要不共的皈依啊、发心啊，还要忏悔啊。 啊，供满茶等等，就是包括这个破瓦法，就是这些是叫做这个前行法。然后这些前行法就是修了很多年以后，真正能升起其中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再进一步的修持这个密法的，就是更高的一些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啊，还有这个马哈瑜伽、阿尼瑜伽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些神圣法。那这些神圣法呢，可能啊，我想我们今天光是我，虽然我以前也翻译过，就相关的密宗。 就是包括历史啊、修法啊，就是这方面的，应该是比较多。但有些呢，就是不方便，就是公开，就是虽然没有公开，但是有些图都到处都在卖，就是但卖了也不要紧，就是因为它这是法本，就是拿的可能别人手里，但真正的这个传承呢，自己没有实修，尤其是没有心性的人，你再看呢，也是最多是跟那个其他的法本一样的，就是里面看不出什么，大家都知道六祖坛经的话呢，啊，人人都可以看，但是有眼者呢。 就是通过看了这个坛经以后的话，那就是可以开悟的，而没有他的传承，没有他的那样的话呢，他也可能觉得是跟那个什么《道德经》啊、《圣经》啊，就是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差别，一般的人呢就是可能看不出来。但是确实，就是我们这个尼玛帕，就我不是以这个自赞会他，就是的确是这样。但我内心当中多念一来，就是对这个。 尤其是尼玛巴大圆满的这种这个长期的这个研究的话呢，它确确实实是，就人的这个直接端出这个烦恼也好，或者是佛陀的这个谜语啊，就直接了当的这个线索，就这样的法门呢，如今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是的的确确也特别特别的这个难得啊，就是那么当然这样的这种法呢，就是需要通过这个观定啊，通过就是很多的这个加信的这个修炼完了以后呢，就是才可以。 这个修持的，那这些法呢，就是一个是需要就是他的相关的这个意志上师啊，就是还有很多的自己的信仰啊等等来条件，才可以进入修行的境界。这个呢，我希望我们很多这个学生也好，还有这个老师的话呢，就是以后对这个藏密的，当然你有没有信仰是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就是这是完全是就是看自己的。但是呢，你对 这个学术的这个态度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呢，还有这个实际修辞的所得到的结论呢，就是完全都是不相同的。再加上呢，我们现在因为以前就是语言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交通啊各方面的这个历史原因吧，现在汉地说实话那个。
就是对这个藏地的密宗，包括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呢，就是还是比较多的。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香港中文大学，就是他们跟这个大学生那边就是拼他们的文章，听说你们这边的当时刚才都是我认识一个那个学生，当时他们你们这里的学生也来了，我当时到最后的时候也是我就直言不讳的说了，我说很多大学生就是有了这样的信仰和对这方面的有兴趣都是非常好，但是我还是有点这个觉得遗憾的呢，对藏传佛教还认识不够，藏传佛教还了解的这个不够，包括他们很多人这个写的这个藏地密宗啊，藏地的这个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唐卡文化啊，还有这个石头林呐，好多方面就是只是看作一种非常这个稀有的。现在也是很多人对那个藏地的比如说这个人骨啊，什么这个那个的，是有一种好奇心，就是它是由于完全是一种那个戏剧性一样的，就是那样来看待。那这是对藏地更深的一些密法的教义呢，就是决定是没有这个搞明白。因此呢，就我也希望以后呢，我们要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建立一些很好的这个平台啊，就是先应该用学术方式来就是研究，就这个很有必要的。其实藏传的任何一个修行和历史啊，就这些都是靠得起、经得起，就是这个历史的推敲，就是这一点是，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论著和前辈告诉大德们的这些成就啊、历史啊，这些都是不像这个我们现在实践当中的一些神神道道的民间的一些宗教，不是这样的啊，就完全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这个了解，就是他的历史和了解他的这个修行的话呢，需要就是各方面的这种这个因缘啊，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因缘。所以呢，我想就今天呢，就。我也没有就是做什么准备，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我看我们大家有什么这个互动啊，就是互相就是探讨一下，就可能也好一点。就是就其他应该没有什么啊。